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香赞：炉香乍若，法界蒙熏，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结祥云，诚意方音，诸佛现全身。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发愿文：起首三界尊，皈依十方佛，我今发宏愿，持此金刚经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云何梵：云何得长寿，金刚不坏身，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？云何于此经，究竟到彼岸？愿佛开微密，广为众生说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第二十三品，静心行善分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修一切善法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用白话文的说法，复次就是其次的问题，或者另一个问题。前面他什么都否定了，佛也不是，有相的也不是，有色的也不是，有法可得的也不是，一切否定。这里却告诉你，要想成佛，就要修一切善法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非有善法的成就不可。不是看几本佛书，谈谈禅，说说公案，盘个腿，打个坐就可以成佛。造了一辈子的业，跑到庙子去盘个腿，吃两天素，就要得菩提。那个菩提多少钱一个？有那么简单吗？
许多青年人都犯了这个毛病，看了几本禅学的书，青蛙跳进水，扑通一声就开悟了，那么容易吗？你去买一个田鸡来跳跳看吧。所以要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日行一善，我们都做不到，检查自己的行为，我们日行一恶则有之，谁能做到日行一善呢？不修一切善法，你说到达无相，那是骗骗自己罢了。佛告诉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真正的佛法是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念佛也好，修密宗也好，参禅也好，修止观也好，甚至于说修旁门左道也好，以华严境界看来都能成就。真正的佛法是平等，无有高下的。佛在前面也说过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也就是说是没有差别的。南山高，北山低。后世禅宗有个公案，说有个法师讲《金刚经》，碰到一个禅师，这位禅师就问一个问题：既然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为什么南山那么高，北山那么低？这位讲经的法师没办法了，是啊，经上说的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为什么南山那么高，北山那么低呢？万法是有高下，怎么说没有高下？所以说，这又是一个话头。我们晓得平等性质，那是要到达第八地成就，才能证道的。第六识空，是证得妙观察智；第七识我执空了以后，才证得平等性质。一切众生人我就平等了。我们之所以觉得有烦恼、有人我、有众生，是因人我分别而来。把我相、我见一空以后，平等性质出来，再看一切众生都是一律平等，这个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但是要修一切的善才能证得空，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如果说有所为，为了求佛果，为了求自己的福报及功德而修一切善法，这是人天果报，凡夫的修法，凡夫的为善。真正的善法是为菩提道果的行善，虽行善而不着行善之念。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不要求福德之念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善法。这是加以注解。下面是这一品的寄语。第二十三品寄诵：镜花水月梦中尘，无着方知尘亦真。画出牡丹终是幻，若无根土复何春。镜花水月梦中尘，就是说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如镜中花、水中月、梦中尘等。佛经经常用这种譬喻说人生一切万有的现象如镜中的花朵，你不要认为没有花呀，
有花，只是抓不住摸不着。水里的月亮也不是没有啊，有的，水里不会自己出月亮，后面有一个真月亮。镜里的花也是一样，后面有一个真花。梦中的境界固然不实在，但是没有你还不会做梦呢。因为有我们的身心才能做梦，但是梦中的一切只是影像，所以大家研究佛学要注意这一点。镜花水月并不是说绝对的没有，只是告诉你是虚幻的，不实在的，是偶然暂时的存在而已。这个暂时存在的有是把握不住的，不长的。无着方知尘亦真。了解了这个镜中花水中月梦中尘的道理，才了解了空与有之间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空也是佛法，有也是佛法。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修法的要点是无住，不执着。不要认为因为不执着所以空，抓住一个空啊，空已经变成一个东西了，空还是尘。真正的无着，连空都无着，因为空不着，所以感到入世中去，在入世中修行。众生不敢入世，怕有把它粘住，真到了无着，方知尘亦真，才敢入世。因为有也是的嘛。古人有一句话，牡丹虽好，还需绿叶扶持。学佛修道，打坐念佛，一念万缘放下，蛮好。但是，如果你不修一切善行的话，没有这个福报，你想放下也放不下。有许多朋友说，现在退休了，年纪大了，我准备明天开始修行，结果明天家里又有事儿了，或者自己又感冒了。嘿，你不要认为放下容易，放下清净要大福德大福报的呀。画出牡丹终是幻，牡丹虽好，还需绿叶扶持。修一切善法，才能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无根土复何春。牡丹是代表富贵之花，但是牡丹还需绿叶来陪衬，也需要根。牡丹没有根，花儿也开不开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学佛的根本是什么呢？一切宗教都是一样，都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是第一个起步。如果不修一切的善法，光想求开悟，那就是青蛙跳井了。扑通，那不是悟了，那个是自悟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